玩了 CSI 这么多年，多多少少会点 KZ， 这时候我就想装逼了。而有一个模式满足了 KZ 玩家，极限模式。这个模式简单来说就非常简单，穿过重重阻碍，用时短者胜利。不过官方一看根本没人玩啊，一共四张地图就嗝屁了。那它到底怎么样呢？我们去游戏面看一下。Oh yeah， 好的好，我是小徐。极限模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啊，也就是俗称跑酷模式，就是类似于一个小的连跳啊，练 KZ 的一个模式啊。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好吧。啊，不过在视频开始之前呢，我先跟大家说一下，我自己这个连跳啊 KZ 啊都不是特别的好啊，所以说可能失误会比较多，让我叠个复活甲好吧，大家轻点喷好吧。啊，好，我们开始了，起点开始，开计时，然后这边过来。然后这个地图的话呢还分难度啊，有一颗星的难度，还有两颗星的难度啊。我们这边的话呢直接给大家看一下两颗星啊，两颗星的话就走上面。哎，然后这边你们看一条一条的，哇，非常的细。而一星难度你们看就下面，哎，非常简单，就绕一个圈就过去了啊。我们看我这个二星就一条细细的线，有点小难度啊。然后这边的话人就是二星，我们一个跳蹲哎就过来了。这边的话呢人就是二星难度，哎，这边过来，好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过关了。然后这就终点了，碰到这边计时结束，我们总共用时39秒63秒，我自己刚刚跑了一遍是32秒，我们重新来一遍好吧，重新来一遍，我这把认真跑啊，我认真跑一把，开始。这边身法绕过来，直接奥星，这边太细了，这边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节奏。好，过来，比刚刚快了还零点四九秒。好，哎呀，这边失误了。好，打破记录了，各位，25秒钟啊，25秒钟啊。这个计时的话呢，可以用来攀比啊，就比如这个房间里面现在是我一个人，如果还有别的玩家，别的玩家如果跑得更快，就会把你的名次往上顶掉。啊，你就变成第二名去了。我们现在不过这房间只有一个人啊，所以说只有我们一个人拿的第一名。我这边看能不能跑得更快一点。哎呀，失误了！哎呀，啊，29秒钟！哎，还有个队友，你们看，有另外一个队友来了。哎，他就第二名，你们看，他40秒第二名。我们看那个队友，我们跟着队友一起跑，好吧？那个队友呢？哎，那个队友呢？难度大升级，秘境酷跑二啊！相比起秘境酷跑一来说啊，这个难度就高了很多。你们看，五星、三星啊！我这边一气呵成，直接给大家挑战一把我最快速度，开始计时开始，直接五星，各位，直接五星，一个大跳，一个蹲，一个大跳，好，卡一下，一个大跳，好，五星、三星、五星。好，慢慢来，这边我们不用动方向键，一个连跳，好的，五星、三星、五星。哇，你们看这张地图难度就这，你们看我还死掉了啊，可想而知这张地图难度有多大。绕过去，好，这边还非常简单的绕过来，好，跳过来， nice 啊，一个滑坡。我还记得我小时候不会玩滑坡，这张图还过不来，你们知道吧？这边一个小连跳，过关，53秒钟。我刚才失误了一次，如果我没失误，我估计能进50秒。这张图的难度确实是比刚才那张图高了很多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五星，直接一个大跳，跳蹲，大跳，一气呵成。好，这边。慢慢来，好，这边不要失误啊，这边特别难，这块真的特别容易失误。好 ，nice， 比刚才快7秒钟。滑坡 ，easy， 最后。别掉下去啊！哎呀，我最后那次没失误，我肯定40秒进 ，fuck， 很快，非常快，这是非常快。
我好大！不要失误！哎呀，我你妈！啊，这美丽的阳光，哇，照着进来，照在我的脸上，啊，阳光妈妈的味道。这张地图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极限模式第三张地图，叫做祭坛腾月一啊，顾名思义肯定还有二啊，这不用我废话了啊啊！这张图的话跟刚才的秘境古堡不同的地方，刚才那张图啊基本上都是直线，然后跑啊跳啊各种，这张图主打一个跳，你们看全是连跳的格子，是不是啊？然后这局的话呢，我把这个角色从男性切换到了女性，我们这样子拿刀的感觉就不一样了。是不是？来来，准备三二一，开始！哎，这边很简单，哎 ，easy easy， 好 ，nice， 三星、五星、一星，直接五星！哎，啊，你们看，哎，对我来说真的是 easy 啊 ，easy 啊！哎，这种地方一个跳蹲，一个跳蹲。Only you。我觉得呀，玩这个模式还是得给大家展示一下一星和三星，对吧？啊，我给大家玩一下这个三星。哎，你看这三星，哎就哎有小儿科啊！你看我都不用怎么动，哎我都不用蹲，我甚至我都不用跳蹲，我就能轻轻松松过去。我觉得呀，玩这个模式还是得给大家展示玩这张地图，对吧？一星还是得展示一下啊！啊，你看这一星，嘿嘿，这一星简直给宝宝玩的。是不是 啊我觉得我如果以后结婚生孩子了啊，有了孩子之后，我让我家的孩子我就给他玩异形啊，他肯定说爸爸这个怎么这么简单哎呀，这不是用脚都能过吗？这个异形啊啊，你看哎，简单啊，简单啊。然后最后一关了，最后一关的话呢可以走这个哦，走这个独木桥。好，慢慢来，这个还是非常简单的啊。这边一个大跳，再一个大跳，再一个大跳，好，通关，哎，第一名，非常漂亮。最后还有个棺材，我他妈我为什么通关了？这边给我个棺材啊！有句话说得好，人不能梅开二度。好的，比刚才快了47秒。我操！我他妈刚才我在干嘛？我在这边也可以一个大跳过来。哦。35秒钟，哎，终于来到我最擅长的地图了。哎呀，然后呢，我还顺便有一个水友啊，有个水友来我房，我们一起玩了。等会的话呢，我跟他比赛比一下，我们来看看到底谁更快。这张图我还是非常有自信的啊，我绝对拿第一。各位，你们看着啊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好。祭坛腾月二，我以前最擅长的地图。你们看，他被我甩在后面了，根本跟不上我。我这速度，我操！哎，好，那人呢？嘿嘿嘿，他在跳那个，他在跳那个异星的，你们知道吧？你看，我都已经开始跳这个最难的了。easy， 我只能说 easy 啊，我们等一下他吧，好吧，我们等一下，你看，哈哈哈哈，我们就等一下他，好吧，我们下来等一下他，哎，你看，啊，他过来了啊，他过来了，啊，来了，我们走了啊，哇，啊，这个就比刚才那个难，那简单很多了，你们知道吧？刚才那个呀，就有点让我想把键盘给按烂的感觉，而这个呢，就非常小清新，过关了，哎，好，来了，他来了，五星三星，果断五星，他还能把我刀掉的啊，这个叛徒，我还等他，你给我等着，你别动，你等一下。哎呦，这个贱人啊！啊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
哈，为什么我这么……哎呀，他成功已经引起了我的攀比之心。好，过关。Easy game。跟我抢第一啊，1分05秒啊。那我们今天视频的话呢，因为我家煤气快漏过来了，我今天这个没办法，紧急情况啊，就先玩到这啊。你们看这帮小可爱，你看我以为我已经玩得很菜了，你们知不知道，没想到啊。哎，他怎么又没了这个人？哎呦，我天哪！